混蛋，真是倒了血霉。这是独狼佐尔夫，他死了。首领杰克，昨天他还在跟我炫耀这对化兽的遗体，现在都成了废铁。瑞贝卡，只剩下这些了吗？死了，全死了，整个灯管帮的人，除了我。我得赶紧离开这里。我究竟是谁干的？龙牙帮？不，他们不可能忽然变得这么有胆气。难道是太虚？不，不可能，我们从来没有招惹过那群煞星。不管是谁干的，他们一定还会来找我。安娜，快接！算我求你了，快接通吧，安娜！该死，头又开始痛了。喂，谁呀？安娜，陈，是你吗？你这个混蛋，安娜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你们是不是又去干架了？我好害怕，如果你出了什么事。别担心，安娜，你看我这不是没事吗？你总是这么说，你根本就不明白。我对不起，我晚点去找你好吗？到时候你就知道我是真的没事，一点也没骗你。你早点过来，要不就永远别过来了。看来你的通讯结束了。谁？请放心，我对你没有敌意。你好，初次见面，异种圣痕0013号，你可以称呼我为普罗米修斯。我没有那种奇怪的名字，你也别想找我麻烦，小鬼。现在的你，大
当然还意识不到这个名称的准确性。我们暂且还是用你自己起的名字来称呼你吧，陈。你知道还来烦我？要是惹怒了我们灯管帮……等等，你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？经由这座天穹城内的网络，我很快就通过购买记录等信息定位了你的准确坐标。网络，原来如此，你就是去年那个风头很劲的骇客吧？据说那家伙的真身是个小个子，但没想到居然是你这样的小女孩。你找我做什么？事先说好啊。骇客，恐怕是你误会了，我并非这个世界炮中的存在，踏入这里也不过是刚刚的事。我们寻找你是希望你认识到事情的真相。真相？什么真相？你是……啊，我知道了，你也是那种脑子里插多了芯片四处劝人信神的家伙吧？够了，我没空听你说话。混蛋，今天真是倒了血霉。让开，我赶时间。你等等。谁管你？你这疯子，怎么还带了一堆武装机甲？放弃吧，你已经无路可逃了。如果可能，我并不想采取会伤害到你的行动。事实上，我之所以一直忍耐你的人身攻击，也仅仅是出于这一点而已。你真的只想和我谈谈？当然，如果我想攻击你，从我们见面开始，我已经有243次机会能够确凿无疑地将你杀死。行，那我们就来谈谈吧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有件事要搞清楚。你想知道是不是我们攻击了灯管帮的人？但你知道是谁害死了我的弟兄们，对吗？是。是谁？你已经得到了答案，虽然并不是你期待的回答。等等，你是说是我？是我杀了我的弟兄们？是。啊！你感到头痛吗？不关你的事。你果然是个克多勒的疯子，有什么话要讲就赶紧讲完，之后别再来烦我。你不相信我的说法吗？太遗憾了，
毕竟接下来我想要对你说明的事和这起惨剧也有很强的关联性。但正如我已经指出的，无论想说清楚哪件事，他们都有一个绝对的大前提，就是必须让你认识到你自己的认知早已和现实产生了错位。陈，你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类，你的真实身份是圣痕计划在量子之海中意外掀起的涟漪，借由其力量诞生的新型生命，一种圣痕。胡说，你究竟在胡说些什么？我们短暂地观察过你，0013号，你在这个世界泡中诞生，那不过是数月之前的事情，可你却误以为自己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普通人类。为了弥补诞生之前的记忆缺失，圣痕自动为你构思了出身、经历，甚至人际关系网，这在之前的一种圣痕案例中也曾经出现过，但他们创造记忆的方式远不如你成熟。你构思的这一切大部分在逻辑上都严丝合缝，他们甚至骗过了你自己，让你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。闭嘴！编纂总归有其极限，故事也不可能毫无破绽。如果你还是不愿意相信我说的话，不妨回忆一下，你和灯管帮那些死去的人们是如何相识，又如何成为朋友的？我当然记得。不要这样空泛的回想，你要具体到每一个人物，每一个细节。时间上最好是在数月乃至数年前，距离你真正的诞生越久远越好。他们什么？龙牙帮那帮混蛋又把我们的灯管涂鸦给抹了？是啊，狼哥，他们说那是龙牙帮的地盘，只能有他们自己的艺术。就那帮整天像猴子一样甩自己一体玩的家伙还懂艺术？是啊，狼哥，他们还嘲笑你虽然外号叫独狼，但是却从来不敢一个人行动。什么？走，跟我去端了他们，你在前面开路。我吗？小子，你看什么？没什么。哼，没什么，狼哥。嚯，佐尔夫那小子又拉着别人去为自己出头了。
也难怪，不是人人都有我这一身钢筋铁骨般的武装一体，不管是干架还是抢地盘，根本就不带怕的。你说是不是啊？是啊，大哥说的对。我不管你是不是新来的，整个灯管帮里我就看你最顺眼。哎呦，别这样，瑞贝卡，你知道我有女朋友的。哎，你别走啊。又让他跑了。你谁啊？敢在灯管帮的地方偷听我说话。哎，不过仔细一看，你长得还挺顺眼的嘛。哎呀，别这样，瑞贝卡，你知道我有女朋友的。啊？你有病啊，给我滚。啊，不对，这不是的，我的记忆，我是，回忆起来了吗？你根本就不是什么灯管帮的成员，这些死去的人在不久之前还与你毫无瓜葛，他们只是恰好遇见了你，被你编纂为了自己的熟人朋友，随后便被你体内无法抑制的圣痕之力杀死了。3号，失去理性时的凶暴程度达到了观测至今的最高水平。不如还是你出场吧。的确，辛苦你了，普罗米修斯。0013号，原来如此，你确实是一头狂乱的野兽呢。接下来就交给我吧，我会温柔地将你安抚下来。于此梦中，了悟梦幻泡影。知道吗？你被这个女人救了一命。代号为雨兔的赎罪之人。唉，可爱的普罗米修斯，你又在故意使坏心眼了。不是说好了不再提那个名号，只有米斯特林来称呼我了吗？而且他能这么快恢复人形，也不全是我的功劳呢。你是指他对于自己是人类这一妄想的执着吗？被你说成妄想，那0013号也未免太可怜了。我的话可能会称之为信念吧。和事实相悖的信念越是牢固，就越是无法自我实现。你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，不是吗？
当然。不过，与严苛的本征世界不同，在这量子之海中，我们还真不能保证荒谬的信念就一定无法自我实现。是啊，一切皆有可能，比如用冰块煮开一杯咖啡。啊，总觉得你最近对我越来越严厉了呢。好了，我们还是先言归正传吧。异种圣痕0013号，不，陈先生，现在你应该明白刚刚他对你说的那番话全部都是现实了吧？我的记忆都是一段又一段的假货，我又变成了那种怪物。哼，你们不就是想让我相信自己是一个怪物吗？恭喜，你们成功了。不是怪物，是一种圣痕。你是？都一样，反正都不是人，反正就是一个笑话。不，不对，我还不能放弃。拒绝接受现实，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。算了，普罗米修斯，他想做什么，就先让他去做吧。算我求你了，快接通吧，安娜，安娜。天穹通讯网络提醒您，您试图链接的 IP 地址目前无人使用，请核对地址或更新 DNS 服务器后再行尝试。感谢您的使用，祝您生活愉快。臣，看来至少我的想象力还不错。你们知道吗？安娜在各个方面都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常常想，自己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运气，能拥有一个简直像是量身定做的女朋友。那可不是量身定做吗？因为她本来就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。哈哈哈哈哈太好笑了，我真是要笑死了。看来你终于迈出了接受现实的第一步。接受现实已经无所谓了，你们想怎么处理我，请随意吧。
一种圣痕的诞生，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的责任。所以，对你们实施的处分，也只应该我亲手决定和完成。又是圣痕吗？你们究竟是什么人？你可以将我理解为人类理想中的人工智能，只是额外具有实体罢了。人工智能？那你的一只？无论人类如何改造自己，他们更换手脚的方便程度也不可能与我相比。而我，你可以认为我是和你们和一种圣痕相同的存在。你和我相同，所以你们都不是人类。不是人类，却还想着什么责任？想着为自己闯下的祸事善后吗？关于这点，我自己也很是惊讶呢。我原本真的以为自己会是更加洒脱的类型。我倒是认为你洒脱的程度已经有些过剩了。哎呀，又被严格的指摘了呢。明知道自己不是人类，却还是能怀着目的生活下去吗？说实话，我不明白这个问题的用意。毕竟在我看来，人类也可能活得浑浑噩噩，非人之人也可能活得轰轰烈烈。说到底，在名为人性的标尺上，血统恐怕是最不重要的一种东西。是啊，不是有这样一句谚语吗？野兽一旦过上了人类的生活，那么它就是人类。而人类一旦过上了野兽的生活，那么它也只是野兽。既然诞生于世，拥有自己的意志，不管是不是人类，大家都要好好活下去啊。你不是说要处分我吗？我将给你的处分，是希望你能够明白，生而为人，无需征询别人的许可。一个人真正需要的，是认清现实，然后承担责任。所以，请配合我完成这个仪式吧。这是你将去往的是沙尼亚特之名的实质，没有虚实界限的一片空间。安心吧，因我而从种子中萌发的不完美者，那是你我都被允许存在的小小家园。等你从中了解了关于世界的一切，或许我们可以一同寻找何为活着的答案。一种圣痕0013号收录完毕。嗯，好了，是时候继续我们的旅程了。